就是个内德尔在那对着代码打飞机。道歉。停，太难听了，我生气了。各位铁铁，我们写代码最害怕什么？最害怕有 bug。 很多初学者都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开发用了5分钟调试代码，解决问题却用了2小时啊。尤其是 MQL5 这种量化代码，你一不小心写错了啊，止损没设好啊，计算单位错了，那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账户啊下错仓位啊，直接就爆仓了。所以我今天呢，就是拿一个这个 bug 满天飞的 EA 去举例啊。我在这里面隐藏了大概8种类型的一个错误啊，然后我会使用最新发布的这个Grok 3啊，去看一下 AI 能不能作为一个辅助的角色啊，帮助我们把这8个坑都填好啊。这也是延续我上个视频的一个观点啊，就是我认为啊，目前的这个 AI 你不能把它当做主力啊，你只能把它当做辅助啊。很多人这个道理其实他也是认可的啊，但是有一些想法吧啊，其实我也是理解，就是学代码的这个过程啊，确实对于一些急性子同学来说可能过于的复杂啊，尤其再加上很多这个自媒体啊对于目前 AI 的一个吹捧啊，会导致他们啊主观上对于目前AI 的这个编码能力啊有这个主观上的一个很大的期待啊，这个我是非常理解的。不想吃学习的苦嘛，很正常啊，没有人想主动的去吃苦啊。但是轻松的选择它不代表正确啊，所以就是期望值降低一些啊，降低一些啊。如果你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期望值啊，你不要求太高的话，你会觉得目前的这个 AI 啊确实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同事了啊，它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去嫌弃你的这个小伙伴啊，不管你问的问题啊有多么的愚蠢啊，它都会耐心的去帮你做解答啊。然后我今天用的这个 AI 啊是前几天啊伊隆马斯克创立的 XAI 公司发布的最新一代的这个智能模型啊。那么根据网上的测评来说啊，也是很牛逼啊，特别强调了它的这个推理能力还有实时信息的处理能力啊，可以实时更新到当天的数据啊，它总结新闻就很爽啊。还有根据一些博主的这个反馈啊，这个 AI 的表现它更像人一些啊，就显得更有温度啊。网上呢也有很多领域的这个基准测试啊，也都展示出了它的这个超乎其他 AI 这些竞品的一个出色的表现啊。另外就是如果你输入它这个模型的越狱提示词的话，你还可以解锁很多有趣的知识啊，比如说你想写个有颜色的小说啊，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啊。那么再比如说我这里让它评价一下我这个频道啊，你看它给出的这个给出的这个评论啊也都是非常的正确啊，非常的中肯啊。但是话又说回来啊，其实也是狗屎一坨啊，非常不客观啊。大家可以从 Twitter 左边的菜单栏啊点进去直接使用，或者使用它这个官网啊 ,grok.com 啊。建议从官网上访问啊，因为从 Twitter 上的话有点伤身体啊。好，我今天列举的这些错误啊，它也不是说没有来由的。经验丰富的可能觉得这些错误都太低级了。这类型的这个听众应该是光看这些代码就能够看出问题了啊。我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啊，展示一下，然后看看你们能看出多少啊。因为我这里只是举例啊，所以代码是比较少的啊。但是也都是根据频道的观众给我的反馈啊，就是大家会经常犯的一些错误啊。有时候你都无法理解怎么会犯这种类型的错误啊。那么一些新的观众他可能不太清楚啊。我这个频道它是有分享过很多关于量化 EA 的这个源码实现的视频啊，里面涉及到了很多的这个代码。那么有些观众就根据我的视频去复写这些代码的时候啊，就会犯很多的这些你可以说是低级的一些错误啊。所以我今天演示的这个过程啊，就是帮助这些观众啊如何去利用我的视频啊，然后再加上这个AI 的辅助啊，去复写自己的这个量化 EA。好，我这里还是编译一下啊。然后他给出了一些错误啊，不一定是8个错误啊，因为有些错误它会覆盖掉其他的啊。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代码粘一下，然后告诉他：“你好，这是我的 MQL5 代码。我在编译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些错误，请你根据我的错误日志。”把所有错误代码找出来，并给出修改方案。啊，我们这里就是直接把这个
所有的源码还有错误告诉他，看一下他能不能帮我们一次就改好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他是大概的给出了很多的这个修改方案，然后我们直接看最后修改的结果啊。我们对照这个错误的源码来看，因为我个人是知道我在哪里添加了错误的，所以我们直接看这个修改之后的结果。那么首先就是我这里把这个 magic number 本应该是这个浪类型的，我写成了 string， 然后它也是看出来了。我们把这里给它改上。然后是我在这里的这个分号的话，它也是给加上了，它也注意到了。然后再接下来是这里的一个逻辑错误啊，因为在代码里边的话，这个等号啊，单个的等号它是一个赋值的一个概念啊，它不是用来进行逻辑比较的，这个它也是看出来了。然后这里面的话，我就没有添加错误的 bug 了。然后就是这一块的话，这块它可能是看不出来啊，因为它是一个逻辑上的错误啊，它不是说类似于这种语法错误啊。因为这个 onTrader 它是在这个触发这个交易的时候才会调用的一个方法，然后我们这里的主要逻辑其实它是应该要分析出来的。我们这里的逻辑虽然我这里调用的是 delete all orders 啊，但是我这里删除挂单是只有当它有真实的成交的时候，我才会把所有的挂单都删除掉，这也是符合我们日常的一个逻辑的啊。就是比如说我们针对于上下高低点进行挂单，如果有成交的话，我们就应该把那些过期的挂单删除掉，所以这不应该是判断 orders total， 应该是判断position positions positions total， 也就只有当持仓大于等于一的话，我们才会去删除所有的挂单啊，所以他这里没有看出来啊。但是我觉得也是情有可原啊，因为很多这种逻辑上的错误的话，他不一定能看出来啊。好，我们接着继续啊。这就算给他扣一分了啊。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这里的，我把这里的写了两个不存在的变量啊，他也是发现了。然后再接下来的是我们看这里啊，这里其实也还是有一个问题啊，这里有一个除数为零的问题啊，这个我们等一下吧，我们等一下粘贴给他看他能不能解决啊。我们看一下其他，我们先把一些小错误解决啊。这里我没有添加啊，没有添加 bug。然后这里的话，他也是注意到了我们使用到了一个不存在的一个变量，MQL5 里面以这个下划线开头的都是大多数是这个 MQL5 语言的一个系统变量，所以这样调用肯定是有问题的。它有两种方案，一种是直接改成这个杠 symbol 调用它系统的这个系统的这个成员变量啊，就是当前品种的一个名称。然后但是因为我们这里是有这个船舱的，所以你看他给的建议就是直接把这个船舱放在这里啊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客观的啊，比较正确的啊。然后再接下来是我们 It's New Bar 里面的这个，对，缺少一个完整的一个 return 啊。然后这样的话，我们基本上，我们看一下它这里的这个，对，这个分号，这也是很多的这个频道观众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啊，就是这个分号不对应啊，就是只写了这个开头，没有进行这个收尾啊，这很多观众都会犯的一个错误啊。方便一下，有啊，对，我这里还加了一个这个错误啊，我们看一下它改没有。不出所料，它是改了的。这个错误啊其实也挺有意思啊，按理说不应该会一个 order info 怎么会写成一个零，然后 RDER info 呢？这个也是频道的一位观众吧，他喜欢使用一些这个ORC 啊 ,ORC 这种软件，就是一截图然后识别出来这种软件。这种软件识别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
零识别成 O， 把 O 识别成零啊，所以它的代码中经常会有这种问题。哎，我都不想说了。然后就是这个 odd info 啊，然后我们再编一下，还有哪里？对，这里的分号没有加上啊。然后每行代码的话，大多数每这种单行代码的话，你都是要给它加分号的啊。这也是频道听众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啊。要么就是把这个分号啊改成这个写成这个中文的分号了啊，要么就是直接没写啊，这都是最常犯的一种错误啊。我们再编一下。好，常规的语法错误啊，其实它都是可以认识到的啊，但是就是一些逻辑上的错误啊，比如说这个 odd info 啊，它就没有识别到啊。然后我们刚才还留了一个错误啊，我们再把这个错误给它说一下。做得很好，大部分错误你都已经发现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代码块里面还是有问题的，你觉得呢？我们看一下啊，逻辑上没什么毛病，好，说了一大堆啊，我们看一下。对，就是为了防止除数为零，因为我们这里是计算的一个你可以理解为计算成一个振幅啊，然后它这里有一个除数，除数的话，针对于这种除数的话，你最好的就是要判断一下它这个除数为零的情况啊。当然它这里使用这个 point 的话应该也可以啊，但是最好的话还是使用零啊，保险一点啊，我们直接给它写死了。如果小于等零的话，我们直接就 return 出去啊，不要让它执行这里的这个除法运算，否则的话它会报这个除数为零的啊。好，我们编一下啊，目前就是没有错了啊，我们直接运行一下。哎，找错还是比较快的啊。我们再看一下它能不能正常的下单啊，下单的话应该没问题啊，因为我这里代码的话之前都是用过的啊。怎么不运行呢？我刚才又仔细的检查了一遍啊，它确实是没有任何的错误了啊。然后刚才我也已经再次运行了一下啊，都已经可以正常的执行开单了啊。我看一下啊，这历史里面都已经正常的进行开仓了啊。然后我这里演示的这个策略的话，其实是我在24年5月份就已经分享过源码的，包括23年的时候我应该是第一个视频就已经发布了这个 Toby Kribber 的这个 NR4 交易策略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它在24年，应该是24年的下半段吧，包括25年这一点时间的话，它执行的这个绩效的结果竟然还挺不错啊。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这个视频看一下，我这个视频里面已经分享了它的这个全部的源码了。好，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关于 AI 辅助的全部内容啊。感兴趣的一些这个初学者，一些小白用户啊，可以自己进行尝试啊，它绝对是你这个学习过程上的一个非常有耐心的小伙伴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